王哥打这个，别叫王哥，叫小王，叫王。死亡镜台法王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给这个宝宝拍一本低级魔兽要诀啊，之浮云神马。啊，老板，我要打输了啊，我要打输了，没有啥流程啥的，确认给我打输扣个一啊。打掉了死亡不能忍，打掉了镜台不能忍啊，剩下打掉什么带什么套啊，打掉什么带什么套。最好的技能是掉慧根，掉低敏捷。浮云神马给我炸，死亡前推了，也就是掉的是前排技能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镜台一定在，懂了吗？掉的是前排技能啊，法防是前排，但是不关键，幸运敏捷招架吗？啊 OK 啊，带高级啊招架套，死亡、法防、镜台、神马四特殊雷鸟人啊，恭喜老板啊！